差一点没命了。对，因为我那个要起来的时候，我身上插了一根铁条啊，那铁条穿过我的衣服，然后穿从这出来，都勾住不能拿出来，因为那个事情又发生了那个高以翔，所以我才心里面有愤怒。我会觉得艺人的安全还是比较重要。但亚伦今天又出来道歉。亚伦，不要随便乱讲，很危险，动不动就要道歉了，对不对？地震哥，那个几年前的影片啊，后来又现在又拿出来播，就变成热搜，那个微博的热搜的。这是一个跷跷板，然后这边坐三个艺人，这边一个车子进来，那个车子开上去，然后跷跷板这样。结果那个跷跷板是断掉，我差一点没命了。对，因为我那个要起来的时候，我身上插了一根铁条啊，那铁条穿过我的衣服，然后穿从这出来，都勾住不能拿出来，然后我毫发未伤。God bless you， 真的是哈利路亚。因为那个事情又发生了那个高以翔，所以我才心里面有愤怒嘛。那这个就是copy韩国的综艺节目的一个状态，我会觉得艺人的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。以前那个香港也有一个黄家驹啊 ，Beyond， 对，他们是在那个在日本综艺节目，然后日本算是很小心的，所以就也过往这样，所以我都觉得还是真的要注意一下，我才会那么气，就说现在有太多实境秀啊或干嘛，有些时候。真的是危险。那个鸡蛋危机啊，对吧？给他们一点时间啦、啊。如果愿意好好去把它做，但亚伦今天又出来道歉，他被骂翻。亚伦，不要随便乱讲，很危险，动不动就要道歉了，对不对？地震哥，那人家地震他说对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啦。里面不是讲说什么敬贵地，何不食肉糜的那个概念？因为可能我们生长在台北市，我们自己也不用买蛋啊，亚伦可能也自己不用买蛋啊，所以他不觉得缺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没关系啦，给他们这个一点时间，我相信应该可以修整的过来。对对，加油。嗯，身体四月。有包说什么什么胃快要压住？三四月，他那因为没有办法，小朋友在肚子里面会踢嘛，他有发了一个小朋友的脚给我看。爸爸就这个大脚在踢我肚子，这样他肚子现在很大，对呀、啊、希望他母子平安。紧张但看着妹妹生得很 OK， 对，所以因为他们都喜欢自然产，因为他要让那个孩子跟他的一个关联性感受，那种当母亲的那个感受这样。